I call you pretty, but it never goes as planned. You think it's funny, I'm just trying to be a man. I wanna show you in the best way that I can that I'm so in love with you. Try to be serious, but you can never tell. It isn't easy to confess how hard I felt when we've just been friends since the day we me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how can I try to cross all the lines that we've always had between you and I, the zoo, if I'm just a friend to you? How can I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to see me different? Wish I could get your eyes on my prescription, 'cause maybe all it takes is the same vision for me to get your heartbeat going just as fast as mine. 'Cause I could be your guide, I see you by my side. But maybe I'm just blind. 该戴个墨镜。 I'm too serious. I try to keep it in my head, but it isn't really going well. Feeling like we gotta meditate, but I can't escape. And now I hate myself, I hate my thoughts for thinking about you, and I'm thinking a lot, 'cause I'm never around you. I would tell you, but I don't know how to say what I'm feeling. Now I've been feeling down, 'cause I feel the distance growing. Spending more days without you, don't like where we are going. Is it so weird to think that we could be more than friends? Am I just overthinking? Am I not making sense? 'Cause maybe I could change your mind to see me different. 大家好，现在时间4:14，然后呢，你们一定很感到很困惑，想说为什么我今天早上明明在桃园机场，现在又到了松山机场。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最终目的是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做 United， 所以我们是 stand by， 然后只有大概可能三个人上飞机，所以我个人就是没有上到飞机。所以呢，我们早上大概10点多就到家，然后就睡了个午觉，睡到大概1点多起来，突然发现 Oh my God， 我可以在 Tokyo 转机，所以我们就可能花了5分钟的时间就出门了，因为行李箱都还 pack 的，因为毕竟今天早上本来就以为要走，所以我们就花了5分钟的时间出门。然后呢，发现飞机是 boarding 是4:20，然后4:50是 departure time， 所以我们中间还去公馆吃了个鸭血，喝了个珍珠奶茶，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松山机场，现在我已经到 gate 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也是我第一次要去日本。也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自己一个人在一个不会讲这个语言的地方，所以非常期待，非常紧张。我预计是8:50 arrival 到 Tokyo， 明天的飞机是要从 Haneda 到 San Francisco， 所以明天的飞机是11:10 boarding， 既期待又紧张。9:13，哦，我的行李来了。哦，等一下哦。
刚那个角度有个歪。好，我现在拿到行李了，然后真的非常的快，因为海关等了很久。然后我现在要去找行李可以寄放的地方，然后寄放。我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拍我走路，因为我一个人要拿三个行李。对，我寄放完，然后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可以出去探索东京。耶、yeah, ，好期待哦！拜拜。坐去 Shibuya， 听说就是日本东京最热闹的地方。哦，现在 by the way， 现在9:44，我刚放完行李了，非常的困难 ，but oh well。然后刚票其实是710 yen，但是我看错了，我是7100 yen，所以就放了10000块进去，然后结果就找超多钱给我。然后现在到了要等车的地方 ，Oh my god， 车来了。18分钟的路过去，因为它哇好美啊，因为它是因为它其实是在前一站，对，哇，我现在要想办法找到路，对，有点混乱，我们到了再见。10分钟来到这个餐厅，来到这个吃拉面，希望好吃。我现在吃完拉面了，其实台湾的也蛮好吃的。就是感觉都差不多，然后我现在要去，应该是可能是最有名的那个 crosswalk 那边，就是很多人走路的那边。我要坐一站的地铁过去，因为我刚走来的路上其实蛮黑的，没有很多人，是不是特别安全？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坐一站吧，因为坐一站的话，我就不用走20分钟，应该是这个方向。对，那边应该会更热闹一点。现在时间11:15，看我可以撑到几点。直到我不行，然后回去机场。See you。坐完一站，我好像到了，但是也没有很多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确定那到底是不是。但好像就是那个 station 对面那个吧。刚刚得知，明天从日本从 Tokyo 要回
SF 的飞机 standby 有很多人，所以现在有可能我会待在这边多一天。这边的店都关了哎，所以请问热闹的在哪？现在才11:28哎。哦，这里有个 karaoke， 我可以去唱个歌。现在就是在这边走走的意思。不是很理解这里是偏冷清，还是东西都关了吗？这么早就关了，那很 low 哎。我 Google 还跟我说 Tokyo 是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我以为像纽约 Times Square 这种，结果这是什么？我逛逛吧，有热闹再跟你们说。我刚刚去看了那个 Shibuya Station 那边那只狗，那个什么那什么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我现在又在地铁上，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个 Tokyo Tower。去的那个地方叫做 Shiba Park， 应该就是可以看到 Tokyo Tower。然后那刚好也是 on the way back to 机场。我觉得 Shibuya 可能要白天来逛，看完那个 Tokyo Tower， 我可能就会回去机场睡个觉，有一点累，而且我全身感觉很多汗，又感觉很脏，又没有办法洗澡。现在11:59，要12点，祝我好运。我现在好像到了，真的是非常 adventurous 的我。我现在非常的努力，在不害怕。呜，差点跌倒，你们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呢，我现在到了 Shiba Park， 那这边一个路灯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了 Tokyo Tower。那我现在天哪，一直起鸡皮疙瘩，因为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还开着闪那个手电筒。我看到路灯了，我现在往路灯的方向走，我需要跟人家讲话，让我现在真的有一点点害怕。这里什么人都没有，我快要哭了。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想要找一个清楚一点的地方看。毕竟我来都来了，我就需要大胆去尝试。看得到吗？我想要找到那个点，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拍照的那个点。算了，我在这边就自拍一张吧，开个闪光灯。哎，照片还不错哎。哦，看得到了，耶！自拍一下。我现在要 Uber 回去了。4个小时吧，现在时间9:59，我去找个厕所刷牙洗脸，然后再去看我的 luggage。我现在 ready 了。As ready as I can be， 我昨天把我的行李寄放在就是机场那个地方，然后我本来是跟他说我今天会来拿，因为我本来是今天的飞机，但就是没有今天的飞机，变到明天晚上，所以我要去问说可能先拿一点衣服出来，因为我今天有个地方住了，晚点就会去，今天有机要去一个，因为像那个这个 capsule 那个胶囊饭店那种。胶囊旅馆，就现在去问一下，我先把衣服拿出来，一些衣服拿出来，然后寄放继续放在明天。我现在到，就是机场 monorail 可以坐到最后一站，就是这一站，不知道怎么念。但反正我现在在这一站，然后我要转车再坐，好像两站就要到 Stereo 的店了，这是今天的第一站，然后好像是全世界最大的 Stereo， 非常的 excited。
今天太阳是非常大，我现在要往那个 San Rio World Ginza 走，现在时间11:04，然后我再一分钟就到了。然后今天太阳真的不是开玩笑，还好这好像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的2楼，所以祝我好运。我刚有一点迷路，找不到，现在是这个吗？ Mish Ginza， 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每个都叫 Ginza， 可是导航还没说到，所以我们继续努力。我觉得好像是整层都是的样子。12:00，然后天哪，现在太阳真的非常的大。然后我刚去吃了一个乌龙面，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日本有什么美食，因为像一个人吃烤肉真的有点可怜，然后我又不吃生像生鱼片那种，所以我就去吃了乌龙面，然后还蛮好吃的。这里乌龙面其实是细的，不是就我们在台湾会吃的那种日本的乌龙面，是粗的，这里是细的，还蛮好吃的。然后我今天的行程就是我要去 Shibuya Sky， 就是那个有手扶梯的那个东西，那个我看别人后都觉得超酷，然后根本就直接完全忘了它在这里，它在 Tokyo， 所以现在要往那边走。我的预约是2点，然后刚刚还逛了 San Rio 的店，真的很可爱，但是我感到有点失望。如果你有看韩国的 vlog 就知道我们在韩国也有去一个 San Rio 的店，然后我觉得那里的还比较好，这里还是 flagship， 还是全球最大还是什么的，根本就没有特别 OK。 我住的 capsule 走，然后站出来就一出来就看到一个云霄飞车，还有玩水的，我被诱惑了。云霄飞车怎么从哪里？我想去，我来研究一下，各位，给你们看一下，这是超大的，这里就是 Tokyo Dome City， 隔壁那个就是 Tokyo Dome， 我刚看到了，哇，这云霄飞车真的超级大，
好想去哦。各位，我成功买到票了，我买了5点以后的 Unlimited 的 Night Pass， 所以我只要玩三次，其实就只会票价了，好期待！好久没坐云霄飞车了。现在7:45，我刚坐，连续坐了三次这个云霄飞车，超好玩的，但三次够了，这是一个detour。我们刚其实早就要往 hotel 走，但反正我现在要往 hotel 走去 check in 了。Start of the night and I'm waiting to call you. It's knocking on doors in the dark. I've been walking out. Been laid up on the news, now you're lying. The look up on your face, now you smile. The start of the night and I'm waiting to call you. It's knocking on doors in the dark. I've been walking out. Been laid up on the news, now you're lying. 6楼是 lounge， 就是我们刚看到的。然后我要去 locker， 所以在5楼。但我房间在7楼。The look up on your face, now you're smiling. Ooh, the dark burning down, the dark burning down, the dark burning down. 我现在先快速的洗澡，洗完澡，我再去楼上弄我的房间，不然我要拿东西拿来拿去太麻烦了。现在要出去吃晚餐，有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是我一个人吃晚餐哦。 The moment's coming soon on at the end of day. Stay up in my mind. Stay up in my mind. Stay up in my brain. The moment's coming soon on at the end of day. It's the start of the night and I'm waiting to call you. It's knocking on doors in the dark. I've been walking out. Been laid up on the news, now you're lying. The look up on your face, now you're smiling. Stay up in my seems to hold me like you do. You so. 早安，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日本，今天晚上就要飞去下一站。Let's get ready. Wonderful, a star could never shine as bright as you.好，这是今天的第一站。今天又是一个很热的一天，现在11:08，然后现在34度，感觉等下就会变更热。我们来拍照吧。Even the dark, they still see light. Even the birds still sing at night. Every word just comes out right when I'm with you, I feel.So lucky I met you and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I get to see those eyes for more than tonight. Swear you must have fell from the sky and 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 It's not magical the way
我现在来抽钱。76。他写，如果你抽到的是鸡，那恭喜您。鸡的话，你就是好运，所以你要把它带回家，这样你就把好运带回家。而如果你抽到的是凶的话，你就要绑在一个树上，这样就不会把好坏运带回家。所以呢，我抽到的是鸡，所以我要带回家。如果抽到凶，就是把它绑在这个树上，就不会把坏运带回去。Walk in the room.It's not optional. How gravity just pulls me right to you. To you. Even the dark, they still see light. Even the birds still sing at night. Every word just comes out right. When I'm with you, I feel.现在来到了一个寿司的餐厅，它是回转寿司那种。因为我不是生的，我只是要来吃茶碗蒸。然后刚好像因为沟通语言上的沟通有障碍，所以还是给我了一碗汤。那没关系，我们就来吃一个茶碗蒸，哥喝一碗汤。其实只是因为我很需要吹冷气，很需要坐下，因为外面真的太热了。So lucky I met you and I still.Can't believe that I get to see those eyes for more than tonight. Swear you must have fell from the sky. And 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 Spend my whole life waiting